现在的话就是由上往下喷，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切换成由下往上喷的话，压这个，然后这个拿出来，两个切换，现在就是由下往上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要换壶头的话，啊，这个是三孔的，直接把这个有个快拆按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把四孔的，这样子就换好了，这样还是由下往上。